让你同事们知道我要去相亲。你晚上要去相亲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跟谁相亲啊？我家里给你介绍的，我就是走个过场。长啥样啊？我也没见过，就照片，你看有照片。这看着就不适合你，你适合可爱的，这个太成熟了。我知道不适合我，我就是走个过场。真的？真的真的。你要去相亲啊？你也知道啊？你着急结婚了？我不着急，家里人安排的，我就走个过场，毕竟亲戚介绍的。那你去可要注意一下形象，别邋里邋遢的。无所谓啊，我又不是真想跟他相亲，随意一点呗。真的？真的。一会儿去相亲啊？对，我妈给我介绍一个，非让我去聊聊，我也不想去。我开车送你去吧。不不，我坐地铁就行。坐车有面子。我又不要面子，我看主管你是想监视我吧？我没有。啊哈。哎，你要去相亲？行吧，这下全知道了。用我陪你去吧。不用啊，你相亲陪我去干啥？你那么笨，我给你当军师嘛。相亲要啥军师？一看你就没相过亲，你胡子都没刮干净，你咋去？胡子咋了？不刮不刮呗。见女孩子第一印象很重要，要注意细节。哎，你们干嘛？陪你去相亲啊。你们陪我去相亲，用不着这么多人吧？我们坐隔壁说，我不打扰你，帮你看看那女生是不是。不是这个，其实我这相亲不去也行。真不去了？不去，就是我妈过年让我带人回去，怎么办呢？我可以跟你回去啊。你跟我回去啊？那主要我平时无聊，我想找个伴儿。我可以去你家给你做饭吃啊，你无聊了你就找我呗。那我出去看电影吃饭也没人跟我去。我可以陪你去啊，我最喜欢出去玩了，正好大家一起。那也得有个人平时说说心事什么呀。跟我说。行，那我相亲不去了，加班。